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呢来介绍第二种味能，啊，叫做弹性味能。所谓弹性味能呢，就是当一个具有弹性的物体，比如说大家小时候喜欢玩的那个弹弓，或者是弓箭，呃、啊，古时候发生战争啊使用使用的一种武器啊。那当我们用对它施力的时候，它的形状呢发生了变化。 那这边所谓的形状发生了变化呢，是指长度的改变。那这个时候外外力呢，必须对这个系统来做功。那因此呢，这个所做的功呢，根据功能定理，它就变成储存在系统里面的一种能量。那这种能量的形态呢，是以未能的方式储存的，所以我们称之为弹性未能。那接下去呢，我们来看如何来计算一个。 系统所储存的弹性位能，这个 U s 呢是代表储，因为它受到外力的作用哈，而储存在系统里面的这个位能。那这个位能呢，它会跟这个一个弹性物体的一个弹性系数呢，跟它有一个正比的关系。好，那根据虎克定律的解释，当这个弹性的系统呢受到一个外力的作用的时候。 它的这个外力呢，会跟它这个弹性系数呢有一个正比的关系。意思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弹性系数越大的一个弹性系统的话，代表两个意思：第一个，代表它比较能够承受比较大的外力，而不会产生断裂或者是变形的一种情况。那第二个情况呢，就是弹性这个弹性系数越大的这个系统呢。 它必须要施以比较大的外力，才会产生同样的形变。那所以从这个公式里面呢，你可以看出两，就是看出以上的两点。第一个，你这个弹性系数越大的这个系统，因为它所施的力呢就比较大，所以说它处转换成的位能呢也比较大。好，这、就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它所产生的这个形状上的改变，就是长度的改变，如果越大的时候。 也是代表外力越大，那外力越大的时候呢，它所储存在系统里面的这个能量呢，也就越大好，而且是跟它的平方呢有一个正比的关系。那我们下面呢，用弹簧为例呢，来说明这个现象。我们来看这个例子哈，这是一根弹簧，那我现在把它拉长，那这个弹簧的弹性系数呢，假设是 k，那拉的长度呢，就是 x 的意思。 就是 x 的意思，它拉了这么长，那它它储存在这个系统里面的这个能量呢，就是二分之一的 k x 的平方。好，所以你拉了越长的时候，代表两个意思哈，就是我刚所提到的，第一个它的力呢就会比较大，那第二个它所储存的能量呢比较多。接着呢。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，一样是同样的弹簧，但是我们把它压缩，我们对它施力把它压缩，一样，它压缩的长度呢，假设是 x，那它所储存的位能呢，一样是二分之一的 k x 的平方，也就是说，不管你这个弹性体呢是伸长，也是对它施力。 压缩呢，也是对它施力，它所储存的能量呢，都是跟这两个有正比的关系。那有关弹性位能的观念呢，我们就介绍到这里。